Hello， 欢迎来到问吉他志，我是魏。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，是余音系的新歌《终点起点》这首歌的吉他弹法。我介绍这首歌的指法、刷法，还有它的和弦，以及中间的电吉他 solo 的弹法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哦。那首先的话呢，这首木吉他的话，请帮我降半音。哦，每条弦都降半音吼，就是说 capo 是负音。那我们弹的是 play 的是E调。好，那我们先从前奏开始齁。前奏的话是一个一和弦，那它是这样子，这个声音。好，那它的弹法是这样，先听一下齁。好，所以它按法的话是这个。然后这一条弦，好，它会有这个哒哒的声音，所以它弹是不是这样？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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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前奏的部分，其实蛮简单的哦，听起来很难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和弦执行而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到。主歌的部分，那主歌的话，其实原曲它的吉他并没有很明显，那我就是稍微搭配它的钢琴的伴奏，它的钢琴伴奏是这种感觉，哦，它是一个147的节奏，所以我们就依照这个节奏去稍微编排一下它的伴奏，那听起来会像是这个样子的，先听一次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主歌的和弦哦。主歌的话几个和弦，第一个话是一和弦。那因为我们用这个指法的安排，所以变成这样子按。啊，第二个和弦是 B 和弦，好，应该是 B。哦，只是因为我们用这个指法，所以改成这个样按。那再画的话是升 C 咪，那接到 B， 再接到 A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就是编排上要加到这个顽固，于是我们就只在根音上面做变化，这样子。然后再回到 A 和弦。好，那到第二段的话，第一个是E和弦，那第二个的话是升 F7 这样，第三个是 A， 那第四个是 A 咪。好，那我们就是。搭着谱 run 过去，试着跟一下。它主要节就是这样 ，T 一二 ，T 一二 ，T 三。嗯，掌握好这个指法节奏 ，T 一二 ，T 一二 ，T 三。那再换下一个弦是 T 一二 ，T 二 ，T 三 ，T 一二 ，T 一二 ，T 三。这是它的指法节奏。好，那我们搭着谱试着练练看，好。这个是主歌的部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副歌啦。那副歌的和弦呢，跟我们主歌和弦类似。那我先 run 过去，第一个是E和弦，在第二个比较特别，它是降E，好，按在这边。好，再来的话是升 F 咪，再来是 A， 再来回到E，再来的话是升 F。很多封闭和弦呢，就再练一下，再是 A， 再是 A 咪。好，那这边的刷法就比较特别一点哦，主要是跟着它的原曲的刷法，哦，它是一个两个小节合在一起的刷法，所以它是这样子，下蹦蹦下，然后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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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
他到后面第二小节的时候，他越来越大声，大概这种感觉。那我刷过去，你听一下那感觉。我这个单位刷的听起来会很奇怪，那我们就直接搭配那个 vocal 来练看看哈。感觉出那个感觉啊，就是它前面第一个小节，其实它是一个一四七的节奏，就是锵嘣嘣锵嘣嘣锵嘣，哦，它是以这个为基底，直到后面的时候变得比较小声，变这样锵嘣嘣锵嘣锵嘣，哦，后面就越来越小声，好，哦，让它的 vocal 去发挥，那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又变成这样渐强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再接到下一个和弦。这是他这边吉他的弹法，啊，接下来我们要间奏的话，间奏的话就四个和弦，第一个是一和弦，第二个的话是升 G 咪，第三个的话升 C 咪，第四个的话 A， 哦，很简单。那他的刷法是怎么样呢？我列出来，他是这样子。啊，是嘣嘣加加勾。应该是蛮简单的，稍微练一下就可以。那好，那我们就这样过去了哦。这边的话是搭电吉他的声音，这样。好，就进到第二次的主歌。好。第二次的主歌呢，基本上和弦跟前面第一次主歌差不多，那只是它的刷法又改变，它刷法是变成这个样，先听一下。好，那它这个刷法是怎么样？它主要是搭配它的鼓的节奏，你有听到它鼓是这样，嘣嘣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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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吉他节奏就跟着鼓的节奏，主要是嘣嘣恰，嘣嘣恰，嗯恰，嘣嘣恰，嘣嘣恰恰。好，放慢一点再听一下，然后可以加上一些 pull mute 的技巧，这样嘣嘣嘣感觉，就更接近鼓的那个 groovy。好，那放慢一点试试看。这个就是这边的节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第二次副歌啦。第二次副歌的节奏跟我们间奏节奏其实类似，它是这样。我们放慢一点，它的节奏是这样。那它和弦是怎么样？第二个话是一和弦，第二个话是升 G 咪，第三个话是升 C 咪，第四个话是 A， 好，第五个话是 E。
在第六口弦比较特别，它是一个叫做升 F 昂升 A 的东西，这样子。哦，其实你按升 F 也是可以，哦，只是因为它，你听原曲的话，这个 bass 音它是走在升 A 这个音，哦，所以听起来会给人家一种听觉上的刺激。那如果你觉得吉他太麻烦，你就按升 F 就好。如果你自弹自唱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。好，第七个它是升 F 麦。好，再来的话，第八个是 A。好，我们转过去听听看，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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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进到间奏，间奏的话也是像电吉他 solo， 它和弦是这样，第一个要是升 C 麦，第二个要是升 G 麦，第三个是 A， 第四个要是升 F。好，那这边的节奏就跟我们副歌第二次的节奏是一模一样的，那我们就乱过去听一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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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这边就进到 C 段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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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和弦就比较奇怪，第一个是 E。然后第二个话是降一，哦，把一在这边，啊，变降一，哒哒哒，然后这边会有过门，噔噔噔，然后进到升 F 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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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接到 A， 然后后面就类似，再是一二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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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 F 升 F， 然后在 A， 然后在 A 麦，然后进到最后面那个啦啦啦啦啦那边，那边的话和弦也是很奇怪，第二个是第二弦，第二个是 D 和弦哦。所以它是一和弦，然后 D， 它接 A。好，那这边你要弹什么东西，我觉得就自由拍了，就是你要刷一下就好，或者说你可以弹，也是像一四七的指法，其实啊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后面就是随便哼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电吉他 solo 的部分啊，间奏两次间奏的那个弹的东西。那我先示范一次，先听一下哈。首先的话是这个音哦，那电吉他的话就没有降半音哦，就是标准调卷哦。哦，这个三，这个音三次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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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然后哒哒哒哒哒。哦，这边你可以听听看啊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或是哒哒哒。都可以，反正就看你喜欢。然后在下面又重复一次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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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这边，
哒哒哒哒，我最后加这个音 ，ready， 然后进到下一段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其实蛮简单的、啊，没有几个音，只是它节拍你要稍微跟原曲对一下，所以不是那么好抓。好，以上就是《鱼丁戏的终点起点》这首歌的吉他弹法跟大家分享了。那也是像吉他谱的话，就放在下面的连结。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到你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去分享。那如果有练起来的话，记得在 IG 上 tag 我，我去帮你按赞哦。好，那维吉他是我们接下去见啦，拜拜。